是这首《Hotline》的背后，它也有一个。每年我们都会到苗栗圣心去唱红花祭，有一年就有一个女生，她很难过的在那边哭。那老师就去问她为什么，她说因为她得了癌症，所以要跟她的男朋友分手。直到一年后，她的男朋友才知道，原来当初分手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生病了，所以选择叫她自己要勇敢走下去。那一种说明。里面的时候比较给你生怕你也好嘛，给你也好。